用三个词形容你的政治理念。公正、多元、进步。最崇拜的政治人物。曼德拉。最值得尊敬的政敌。Skip。我国第四任首相的前一任在后三任的首相是谁？第四任首相是马哈迪，第三任是胡锦涛，后三任也是马哈迪。选民的服务牌或政策牌哪一个比较重要？政策。进行选民和工作百分比，你如何分配时间？现在竞选是99%。总结你自己过去的成绩，给自己打几分 ？A 减。9×0+4=2。6。政治是肮脏龌龊的，对还是错？错。因为政治有最肮脏的，也有最明亮的。你的政治座右铭是什么？做得更好。大马钞票上的人物头像是谁？元首。当上王之后，你希望别人怎么样称呼你？建聪。大马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经济。你如何推荐你的社区？八等于在野永续的一个社区。